池野浩二谈日本艺人留学中国。这是很好的事情吧？对对对，想去中国发展，可能说明是中国的娱乐市场很有魅力吧。对，年轻女孩这样的决心，很佩服她，所以希望她多多加油。不只是小岛，以后更多的日本年轻人艺人喜欢去中国发展，多能挑战挑战，彼此的交流也越来越多。小小的建议，语言是很重要，但是想在中国发展，必须要用中文。在中国的观众也很亲切嘛，看到外国人用中文来表现，是吧？都是去了这个。